走了多少路啊？我以为大家都跟我一样是肥宅，结果你们都会出去运动了，会抓风什么？夸张。好，辉哥，我就先挂掉了。好，拜拜。哦，拜拜。好，我们看一下我们队友打一遍。还好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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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亡的奶。是我的问题吗？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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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怎么没有看到阿吉在线上？都是在交通中上面抓到的。我看到他跟傻 U 在打，跟他14分钟的应该就是在打。傻 U， 可是我觉得喵老大蛮帅的，我蛮喜欢养一个喵老大。很多照片是猫咪，然后躺在那边这样。你居然看到有人在D3？电话中止。我的。我靠呀！摸狼。先看一下这一季的场异变战场是啥？核子危机，核弹会随机轰炸地图各处，敌方单位会在死后爆炸，玩家单位受到伤害时有可能会害怕的停止攻击并到处乱跑。干这三小，我把弱的吃掉，把弱的妙蛙种吃掉。哎、欸，这个是那个什么？火车那一关吗？这是火车那一关吗？禁止玩神奇宝贝吗？捷运不是不能玩神奇宝贝吗？好，没队友。说了妙蛙种子你就气，丢了十几个还不够。这一切都需要机缘，你知道吗？就像装神奇宝贝。就是送货车那一关嘛，劫火车那一关嘛。啊，那我们先打天梯吧，晚点看有没有队友吧。奇怪，你们不会集力弹？为什么是集力弹啊？医院杰尼龟不好吗？开个音乐。医院是杰尼龟的话不好吗？捷运没有禁止吧？有吧？它是水母在哪里？我最夸张是有人在我还抓到东西，有在我还抓到。原来我还抓到这个。
看，抓一下。夸比，哇是 crush， 干这边好一只。干挣脱，操你妹的！好，抓到了，应该抓到了，稳。这样是人类 ，Rosso， 哎，这好像之前播过他比赛，业余，那个什么华裔跟那个韩国战队交流赛，好像有他，还是说这个不是韩国人啊？我是记得好像有播过他比赛。金矿。
又跪嘞。你将荣耀献给达兰，先去见你。你没有足够的金矿。哦，刚刚那个鬼雷真的要求 good。不来欸，俺不来啦。哎，感谢 C A S 一 C A E S A R 零七是新干爹，我感谢你的订阅，新干爹。
金矿场已经耗尽。哎、欸，他完全不出门是这样。啊，拜托你来干我好不好？拜托你，我好想被你干哦！你不干我，我害怕哎、欸。哦，他来了，他来了，靠腰啊，没有射到。他等等，因为解回去，上上上上 ，Go Go Go Go！这边已经屌虐了。
干活六千多哎、欸。他等下就会踩陷阱，不要怕，我们要有耐心。升级完成，我们要有耐心。好了，干可能会有那个、哦，他可能会来那个隐形鬼子哦，我要小心一下。他经济很差、啊，他没五矿。但我这场是非排名战哦，不会吧？五一五七耶，哎，刚队友五一五七耶。我非排名战收的对手比我排名战还强，这样。
最快名。闪鬼！射他！快！哎，背景音乐会太大声吗？我放的音乐太大声吗？会的话跟我说。刚好是 OK good。 你他妈开外挂、哦，干你私人点位，你知道我在这，你跟我开玩笑。妈的，是这样，太扯哦哦哦哦！抱歉抱歉，看错图，原来是两人，原来是两人图哦！靠腰，我以为是那个，我以为是，我以为是那个，看，原来是两人图哦！抱歉，误会大了，误会大了，原来是两人图，看，我以为是四人图，靠背，我以为四人图。哎呦妈的，四人图他怎么可能一出来就干我那里啊？我应该赢了，超有自信。
空鬼，哎，这首这个音乐到底是什么游戏啊？对啊，完全不想打那个《星海争霸一》，画质太糟了。不过听说好像有要重制成高画质版哦，好像会有一个 HD 版的《星海一》重制。来下一场。没拿到那三只就路上徒手抓，小智迟到。对，像《世纪帝国》那样子重置星海一，而且应该不会太久，我感觉应该快了。排队等，排队多严重，排队外面，瞬间前面三个跑走，手都气疼。傻眼。对啊，你就最喜欢来那边，不用排队，在排队，如果大家都来。Go。哇，宗师神族。情况。
哦，差点按到那个。问号，他家啥都没有是这样？他该不会游戏刚开始的时候他落赛吧？他是一开始是落赛啊？他家什么都没有哎、欸？他是不是落赛，然后不知道游戏开始了？哇，落赛神主哎、欸！哎，你是落赛啊？我绝对不能再相信人家落赛了，看，妈假装落赛，还有失去防备，放的啊，这我放的歌啊，靠北啊，这我放的啊。好了，换一个时代有的歌放好了，我来听不同时代有的啊。来，我们来放不同时代有的歌。Be alright, so 信じてみて 夢見て
金矿。你的探测机正受到攻击。这样好赚吗？小赚。你需要更多高能瓦斯。打 up time 可以看开台时间，进到 up time。哎，结果他没反应，是这样。是不是我连那个网页都要打开才有？干，随便讲讲，你没相信哦。最好是打 up time 会有指令的，北齐。盖亚死了，靠！干，那个虫洞居然没打到，没打掉。能量不足。干，姐姐。人类，你必须见到更多水晶卡。
主动攻击。我有昨天有做80下，但是我忘记是做谁的了，忘记是做谁的了。这首歌怎么一下左声道，一下右声道？退取的衣服 size 能选吗？不能哦，因为已经被选完了，只剩 S。之前换的都已经寄出去了，所以只剩 S 了。啊，他一下左声道，一下右声道。辉哥会退出自己的衣服吗？有在计划啦，但是要能把它画出来才行。没有画出来都是空谈啊。哇他居然是用 Patience 的流程耶，先开矿再说。
我这个叫做骗他，我要开矿。事实上，我还是要打一波，但我这矿还是会开啦。
五四五七的宗师哎，哦，所以你当初黄 No Sky， 你当初为了这首歌还买了左右声道的喇叭是吧？No one speak English。这频率也太低了。You can talk in English in this channel, and I think someone will talk to you. Yeah, but most of us speak Chinese.You guys can speak English. I think some of us can speak. In the States, I don't know. And in Idaho, where is?这首歌的歌名哦，来，我也是放门口当门神的那种啊。可是他，我们应该是好朋友是吧？应该是这首吧，你要的应该是这首吧？有钱，我跟傻柚 A 二九九。好，来下一场。啊，够！
军二马路哎，吓死我了！吓死宝宝了！还不下个500？我跟你讲，我要用一个打法超克他。他上次跟我打的时候，使用了飞弹车一波，在这张图很强，被我守住了。但我这次要用一个完爆他的打法。
输啊！完全想不到怎么输哎、欸！教我怎么输好吗？教我怎么输好吗？大哥，教一下。哎、欸，教一下怎么输啊？教一下怎么输？刚才不跳哎、欸，下个 VS 压压惊。现在是美国人刚起床的时间吗？差不多，差不多。美国那边跟我们时差大概是12到15个小时。日本跟我们的时差大概是一个小时，哎、欸，对，一小时。哦，哦，对，一小时。你那个 BM 吗？
这一季吗？这一季什么大蓝战士跟什么大蓝战士是不是？哦，战士上蓝猎人，所以现在是不是蓝比较少？节奏上吗？节奏上吗？跳换突围了，哦，好像是蓝比较少，所以现在是不是蓝比较少？节奏上吗？节奏上吗？跳换突围了，哦，好像是蓝比较少，所以现在是不是蓝比较少？节奏上吗？节奏上吗？跳换突围了，哦，好像是蓝比较少，所以现在是不是蓝比较少？节奏上吗？节奏上吗？所詮こんなものをさつぶやいた枯れた方法に伝う誰かの涙。等我一下哦。We gotta do just be friends. It's time to say goodbye, just be friends. 完了，猎人打爆他。第七列正常的时候玩的，第七列哦。気づいたんだ昨日の泣いた夜に落ちた壁拾い上げたとしてまた先戻ることはない全ての平の上の小さなし僕らの時間は止まったまま思い出すよ初めて来た季節に君の優しく微笑む顔萨克买比克，哇，西屌哥哎，好猛哦！西屌哥登场。西屌哥，妈妈 ，wants you to stuck 。Oh my god。Freak nasty， 从今天开始你是我大学学弟，真的假的？你念经济系吗？还是中正？干他一个西屌哥哎，好猛哦！哎，我们赌盘开了没啊？刚那一场的。中正经济哦，真的假的？我跟你讲，你到中正经济报我的名字，保你大学平安，你知道吗？更没认识我，靠！没开着，好了，我先开，来下一把。我要一点的时候跟阿吉一起射哦，一点的时候。我们再射一个半小时，我们再打一个半小时。Just a fleeting。西屌哥。太好笑了！你没有足够的金矿。为什么阿东啊？应该说那个外国屁孩来都很喜欢叫人家吸他的屌啊。这是。
你没有足够的金矿。也必须建造更多水晶塔。You don't understand, GG in Inder. You don't know. Oh, it's so sad.你们知道什么叫做 GG 音音的吗？我可以用英文解释哦。
丢。飞弹车一百五一百。啊！不听音乐。哎，为什么篮球哥找到我这首歌啊？好猛哦！心情才是西鸟哥吧？我看西鸟哥怎么被 ban 了。蛮厉害的，真的。跟多人一样，打不过就是要抱大腿求冠军。傻眼，在家抓加一，夸张哎！为什么？我没有特别为了虚空的卡费特别买这个东西、欸，因为这说真的，有没有卡费没有差。啊，虚空的卡费很漂亮，没有错。可是真的有没有卡费？影响不大、啊。这首戳到伤心处啦，好听，真假的？你听懂那个英文了？完全听不懂歌词。刚刚有人有跟我说，他有一直抓到伊布，他说他不要伊布。合作没队友啊？没有队友。那还蛮奇特的啊。我觉得还蛮奇特的啊，不要伊布，要错地瓦斯，射他两个，射他两个。滑稽，他就射一滴血，他就不射他。NBA。生态就是这样，球星的影响力太高了。Eddie 这样，宝可梦新北市开出51张交通违规单，太神了。看一下，没办法 ，NBA， 刚刚在公园抓到快龙的前身，那应该是可以直接就是好来，开赌盘。伊布要几只才会进化？死亡的奶。OK， 下一场。翼龙、阿克龙、凯特龙、哈特龙。Overwatch 单排还是多排好？建议多排。单排的话，除非你要够 carry， 就除非你要够 carry， 不然的话其实就是，对吧？因为多排的话可以沟通啊。可是如果不是多排的话，所谓的幸福快乐。25堂而已，一简单。哪有啊？我现在怎么抓都抓不到啊！啊，我想起来了。我怎么抓都抓不到。我想起来那个 Nighties 在哪里讲了。Nighties 你在吗 ？Nighties。
上次我不是说什么？我在其他台看到 Nightis 讲话。哎、欸、，Queen。这Queen蛮猛的。你必须建造更多水晶塔。阿宅，阿宅不知道老婆去哪。你没有足够的金矿。刚刚去 Seven 买东西，看到一群人，干嘛？哦，住四号公园哦。我之前蛮常去四号公园那边念书的，那时候高中要考大学的时候。靠腰干嘛？我们一定会夺回艾尔。他应该没看到我的先知哦，我猜。我觉得我要赢的啦，我真的飘过去，他怎么打？
丢你。到底是谁说他很强的？到底是谁说他很强的？用这种靠赛打法，令人不齿。也必须建造更多水晶塔。守生者永不屈服。执行官，有事吗？守生者，天幽冥以荣耀，天魂。超赚！可以吧？我觉得应该传送成功。幽冥机会转移及时，我们解决。与敌人交战中，我看一下，他刚才说我传送成功。大青鸭就是要被铁面将，傻眼，你们这些人。金矿场已经耗尽。哎，他的兵种那么少，他该不会出门了吧？哦，没事，他是太亏啦，所以家里什么都没有，太亏啦。不要自己吓自己，他是太亏啦。BB 他妈一只巨象都还没出，比赛就要结束了。安安，安安，空间立场已连线。你不要再这么快了。安安。哦，
上面有一只寂寞的工兵。安安，绝望。对方肯定没偷矿的啊！你看，我就说他很猛哦，5219，对方肯定没偷矿的、啊，他前面那么亏，他那种情况下有办法偷矿，他也蛮猛。哎、欸、，GANLENLA428，你的名怎么念呢、啊？干雷麻啦，四二八是这样啊？你的名是这样念吗？超难念的。GANLEMLA，让我来 Google 一下你的名字。Gunella。干林兰，干林兰，干林兰，有个防缺点。干嫩呐、啊，是这样子吗？你英文真有够差的。冰箱在这里，没有冰箱对面的那个回合，然后他把他冰箱打爆。干林兰，不会。冰箱攻，对啦，对自己的回合冰箱不会启动。在地，够你啊！玩个游戏玩到头痛了。玩个游戏玩到头很痛。就刚刚开黑卡的炉石，看完回来就看到这个场面。一堆懒人想玩还偷懒。冰箱这个没有办法启动。哎、欸，对啊，哎、欸，还两张冰箱哎、欸，两张猛的牌，然后，为什么？为什么？我觉得我做完蛮成功啊。你那个还好，我他妈在巷子里全部都是人。你那个也还好，你知道吗？我们家后面那个防火巷这么窄，这么窄，你知道吗？全部塞满了人，每个都挤进去要抓神奇宝贝，超扯。就在我们家后面的防火巷而已，每个都一个一个这样子横着走进去，走到防火巷这里面，然后在那边抓神奇宝贝，超扯。塞满了，那个要出来的、啊、都有警察在那边指挥交通，你知道吗？好好一个防火巷变单行道、啊，没有人，一般平常没有人在走，你知道吗？那个水沟那种。我看一下啊，就算有解是啊，对啊，不管解不解都，他刚刚奶对面，我也是看不懂他为什么奶对面啊，他为什么奶对面啊？到底为什么？无法理解，头很痛，你知道吗？我油哥。烂牌，无情。民雄鬼屋塞满了，民雄鬼屋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抓吗？好，来，刚才场是赢吗？来，下一把。背弃师弟，我觉得还是有点难呢、欸，因为他这上面的景点啊，都是之前有人会去的地方，才变成热门景点嘛。哎，你们知道站道馆有什么好处吗？我如果有站你那个道馆，我可以得到什么吗？比如说那个道馆，比如说旁边有个道馆是蓝色队伍的人占领嘛，那他占领那个道馆有什么好处吗？那我知道他是蓝色占领的，那我也选成蓝色的去占去，我也选成蓝色队伍的，那对我有什么好处吗？我们家附近全部都蓝的、欸。我家附近全部被蓝色占领了，会拿有点数，占领21小时可以拿到金币。走半次不太需要，可以拿到商店的金币跟星辰。女玩家来，若挑战失败，可以强迫。
蓝跟蓝的话是切磋，但是是占领，是这样的吗？是对不对？如果说我今天是他那个地方是蓝色占领，然后我是蓝色，我去操他，然后操输了，我什么都没有；操赢了，我就变成那个馆长嘛。那如果说我今天是别种颜色的，我操赢他，我也是变馆长，那我操输会怎么样？一个人同时可以占领十个道馆，最多。那那队伍有差吗？他是蓝的，那我也是蓝的，那有差吗？差别在哪？我如果是红的、黄的，那他是蓝的，跟我是蓝的去操他，差别在哪？干奶头哥，你不是走了吗？你干你怎么还在？我操！你操输你就被。所以同颜色会怎样？同队互打可以增加道馆血量。那问题是，同队的可以去占领吗？就是譬如说那边是蓝色，我是蓝色，我可以去占领那个蓝色的吗？我看一下。蓝打蓝可以训练道馆的经验值，提升道馆等级，等级越高可以放越多神奇宝贝，放得快。哦，所以。所以打赢同颜色的打赢就是占领，然后打输的话就是帮那个道馆增加那个。那如果说其他颜色打赢，就不会有增加这样子。干嘛啊，浪人？啊，不管，走下一场。日本退去广告一直播是怎样？哇塞！什么叫做期待我炸平房？来 ，Go Go。啊 ，Event 20314，拜拜。羊吧，我觉得我选羊比较好。我看天才小厨师，你的歌过了吗？好像过了。你没有足够的金矿。下次炸厨房什么时候吗？哎，奇怪，你们怎么都那么兴奋啊？炸厨房。你没有足够的金矿。我怎么觉得你们都那么兴奋？你们为什么啊？炸也是炸我家的厨房，你们在那边兴奋什么东西啊？哎，老王，哎，好猛哦！必须建造更多水晶塔。小当家看太多是不是？夸张。我今天去过，哈哈，少年。大厨房好吃吗？包粉丝你知道很贵哦，很贵，要看你有没有啊。充满血腥的教育。崩溃，大家真的都崩溃。为了这个，夸张。
腰酸背痛的，已经到了。你没有足够的金矿。大葱呀，他们哪有大葱呀？幽冥宝物。该去小月家寻宝了，我明天来问他可不可以去他家。明天问小月。你没有足够的金矿。小啦，小啦，小啦，打双满。你需要幽冥宝物，你的探测机正受到攻击。我来了，在阴影中。邻居跟你们有什么仇啊？爱惜自己的邻居好吗，各位？基地正受到攻击。幽冥宝物，魂属树，幽体能完成。幽冥魂主。你需要幽冥研发完成。这个叫做不成功变成人，你知道吗？我直接在那边盖这么多这个。哦哦，被看到，靠腰。
将荣耀献给达兰。防御系统失灵。我们要往哪里进？听从你的指示。金矿场已经。守生者永不屈服。执行官，有事吗？我遭遇敌人了。战场等待着我们。光荣一战。谨遵指示，前进。金矿场已经耗尽。我们团结一心。需要更多，将荣耀献给达兰。你需要更多高能瓦斯。执行官，有事吗？我们将永远消灭。矿场已经耗尽。需要更多高能瓦斯。你没有足够的金矿。你需要更多高能瓦斯。守生者永不屈服。你需要更多。基地正受到攻击。将荣耀献给。干，狙狙，烧半天，一波被打死。哦，不是，我刚刚关键是我的那个黄金矿啊，我黄金矿开，但我没踩。我刚刚我黄金矿有踩的话，我觉得我应该会赢、欸。我黄金矿我刚开很久，我刚刚骚扰的时候，那时候如果黄金矿我开的话，我应该是超多钱。标准一个烧半天，就自己营运没做好。觉得刚可以敢转引刀，也不一定欸，他跟正面两只 OB 欸，他刚刚打过来之后正面是两只 OB。不干你的叫我阿姨欸。要买优格不接，大妹夫，别动了。其实刚那种情况，光炮盖起来应该守不住，因为我刚刚兵太少。如果我前面有教室当肉盾的话，那些光炮应该就守得住了。但是我刚刚是没有光炮，刚刚是没有兵的。改特殊了吗？我、哦、靠，这人类！今天输他一场。没有足够的金矿。没有足够的金矿。刚刚他是那个多线炮，多线到死，很猛那个。水晶塔，必须放置在高能瓦斯。
对啊，他刚那多线超骚的好吗？刚打爆分高血压都出来了，干嘛？怎么了？等一下把他的特效都拿走，不可能啊！拿哪来的特效？你没有特殊的情况。好哦，拜拜拜拜，运气好一点，大部分运气给他，不过运气你怎么可以？你没有足够的金矿。你没有足够的金矿。胜率是多少？0.83。你跟我讲说这会赢吗？我会游泳玩的很开心没有？我被他玩的很生气。跟师哥挑一场，靠！那你要看人家愿不愿意吼，超没礼貌嘞。这样跑就说：“哎、欸，师哥单挑，超没礼貌好吗？”他为什么会帮他0.87？你必须建造更多水晶塔。胜率是0.87。看出了他才是那么厉害，结果还是霸联赛了。哎、欸，他怕逃走了、欸，干。欸看，最好是频道也被你看到、哦。研发完成。给我。谨遵指示。需要更多高。我看他喜欢吃酱油饭，我就吃。我买。你必须建造更多水晶塔。你必须建造更多水晶塔。什么压力也没有啊，也没有啊。你需要我们的服务。压力是。靠！他放置在能量异常。我从你。请向我们战斗。请下令。下一棒吗？为了执行官，拉着你同样武器的战斗。干！这个打法跟阿吉他妈有够像啊！武林
62.62 哎、欸，他连胜哎、欸。就 Overwatch 这游戏就是要沟通。5129。他就是那个没有沟通就不用玩的游戏啊。哎、欸，奇怪、欸，我的换牌组受不了了。等我一下、啊，我把其他奇怪的牌关掉。你没有足够的金矿。他为什么会知道我太偷？讲个理由出来。足够的金矿，把它冰起来，冰什么冰起来？你没有足够的金矿，你没，我来了，你没有足够的金矿，我们同意。我们正在等候。奇怪，是我打牌是问题。你虚空是？也没有啊，他也不行啊。哎呀，很输你的命。我是黑暗。这是输吧？那怎么能打出牌是什么牌啊？我们和阴影是一体，在阴影中。他每天在开火箭。虚空，你需要我吞噬你的力量。幽冥，我是幽冥网络。虚空是冥冷的。关游戏泡了一肚子，在阴影中。
我 tape 半天，他妈没有 tape 到我的哨兵。这句。刚刚放立场，然后我 tape 半天没有 tape 到我的哨兵。我用 G303，G310，罗技的。刚刚应该是我的母舰先按到，因为那个立场是 F 嘛，大光炮也是 F， 我刚刚应该是按到那个母舰核心的 F 之后，然后我 tap， 但是我没有先按 ESC 把那个大光炮那个技能取消掉，所以说他一直 tap 半天没有 tap 到哨兵。去三一零啊，三一零。那个 YNG D 什么 DTU 二，干一直在靠北。你必须建造更多水晶塔。那我可以用大甲去打道馆吗？有用吗？
领导我们丢弃，给我们方向。你必须建造更多水晶塔。你没有足够的金矿。魂如我，我们正在等候。机会转脑。研发完成。我们团体需要写以荣耀而战，将荣耀以荣耀而战。盛唐武士，秘密也行，幽魂营这是预兆。我们要往哪里进攻？你必须建造更多水晶塔。执行官，有事吗？你的探测机正受到攻击。我遭遇敌人了，为了荣耀，大家听好了吗？给了，给了，给了。台湾有个姓名叫大强，他是一头猛犬。这是预兆，幽冥网路，魂幽冥。给我踢丢，魂入幽冥。你必须建造更多血晶。体能。你没有足够的金矿。给我们放心，幽冥网路不强。别操我的 A 技能太大了，大家不是高级吗？哦，孩子不能叫红甲。魂乳一体。必须建造更多水晶塔。听从你的指示。跟难吃的差很多，芋头还要好吃难吃的，他们都吃起来一样。我们一定会夺回。你需要更多高能瓦斯。五八七跟五七八是什么概念啊？这是什么概念啊？我们的敌人潜伏在哪里？乘坐在正义中，大甲在台中，大甲传送空空空喂，大甲不是内衣吗？哪也不是，大甲不是内衣吗？你 roll back， 每次在那边幽冥网路假借需要协助，没关系，假借原来我渴望出击。
足够的金矿。被你扫到我的真面目了啊！但是你看到的只是一部分。研发完成，金矿场已经耗尽。凤凰锅就是任性，好不好？靠，他连四框都没有，你怎么跟我打？啊？我渴望出击，我该永远清醒一点。幽能网路虎，这是预兆吗？那幽能网路虎，他打针了，所以就退。哎，等他，这样他就会扣血。金矿场已经耗尽，金矿场已经耗尽，幽能网络尽体难拉，升级完成，以爱尔之心研发完成，金矿场已经耗尽，我们拥有血清。他干嘛打针啊？已经耗尽。
就刚那个跑四三分，大概最后一两场吧。来 ，Go Go Go！ 我打到一点了，打到一点，我跟阿吉他们排那个。好，这边 ，SC Two Bomb 拼音吧，要加入 Ben 群。我帮你传给那个，帮你传给键盘哥。然后刚刚那个 K N S U K 有点歌哦，我帮他放一下。什么族啊？神族。你没有足够。干点这歌三小，干 KN 点这歌到底三小，干怎么一脸光炮啊？干这歌到底三小？你必须建造更多水晶塔。你需要更多高能瓦斯。又靠北哥，看研发完成，我来。
自己夺来，在阴影中。下载至幽灵网络机。你说，我来了，在阴影中。说你的命令，我还阴影是一体中的，在拉库我会帮你。你去，我来了。你没有足够的金矿。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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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矿。
献给你，没有足够的金矿，受伤者永不屈服，金矿场已经耗尽，升级完成，侧机正受到攻击，你没有足够的金矿，将荣耀献给你，没有足够的金矿，受伤者永不屈服，你没有足够的金矿，你没有足够的金矿，受伤者永，你没有足够的金矿，将荣耀献给达兰，你没有足够的金矿，受伤者永10,000 years will give you such a freak in the net。看他出猎光球，难懂。干你刀！我虚空。你的探测机正受到攻击。我的金矿场已经耗尽了。I wanna be a man, that's all.
干没带 OB， 他等等会直接瞄我的那个。瞄我的 OB， 因为他有那个他的凤凰者对空嘛 ，OB 一定是被秒杀啊，所以我就跟阿吉他们打了，明天再玩吧。好，这首是 A E G I S S T A R 点的《美丽乌来》MV 沙小。